大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此影片是去年12月下部队到今年2月的妈祖军旅，总共会有三支妈祖旅游影片，借由当兵导修想分享当地美食和美景。前几个礼拜因为冬季东北季风影响发船时间，现在已是12月19号，准备去基隆港汇合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出航。从基隆北站到基隆码头，然后准备坐河富轮。前面都是去妈祖的同梯勇士，大包小包的远途军旅，算算在台湾滞留两个多礼拜，放假两天，今天晚上12月19号在港口集合，做收假的动作。超多人的。我们晚上9点多发船，并且所搭乘的河富轮在2022年底合约到期，未来也不再行驶台马之间，也算是坐上河富轮的退役之行。对了，基本上台马通行的船只主要有两条，先东后马或者先马后东，至于行驶的时间长短要看船只和海浪的大小。现在刚到东云岛，早上7点。说点话，哇，在海上自由的空气，可以。东引西引，忘了说，妈祖当兵有好几个岛屿，我运气好的被分配到北干。到了南干后，马不停蹄的搭往北干的小船，行驶15至20分钟。北干呈现长条形，沿途四面环海。真的是度假胜地。到了北干，长官们就分批载我们到各自据点。这里道路崎岖陡峭，并且没有红绿灯。沿途海洋和秦壁村庄超级美，新鲜感爆棚。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导修，刚来妈祖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当地空气品质超好，但也超冷，而且日夜温差很大，所以建议即使晴空万里，衣服要带够。到了傍晚，周江也很有感。顺便说，北干有3家7-Eleven，长崎就有2家，旁边还有机场，餐厅也不在少数，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。现在准备去吃妈祖的第一家早餐店。我们的第一餐，没有去过吗？好像还没有。来，玉成。Q 弹可口，比一般的早餐店的蛋饼还要更加的滑顺、柔软。那算跨岛，你觉得够长？就是它在上面写的北干。5 minutes later. Go go.
里沙滩，两百公尺而已。冬天来一碗热腾腾的黄金地瓜汤饺， Q 弹的口感，内馅包黑白芝麻和花生，越嚼越香，但有点淡，可体验看看当地的美食，蛮特别的。请订阅 Ten Beer Beater YouTube， 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。墙壁食物，漂亮哦！今天的午餐，嘉士咖啡的松饼，我很推荐。妈祖神吗？第一次体验老酒面线，酒香浓厚，面煮得恰到好处，吃起来很顺口，味道蛮惊艳的，观光客必去的点，我大推。晴卧咖啡最好事先预约，以免没位置。我们吃的是烟熏鸭肉和老酒猪肉蛋的披萨口味，超喜欢烟熏鸭肉。至于老酒口味披萨跟老酒面线相比，我更喜欢面线。还点了白君小卷，很鲜甜，真的很好吃。还吃了小甜点，名为司康，小小的糕点，外酥内软，甜而不腻。Nice。 钱币聚落的传统闽南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，无论是厚重的石砌外墙和内部木质架构，或者压瓦石来抵挡强风，看到妈祖当地文化的自然建筑，衔接的辽阔的大海
超级去哦。放假来这真的是一种享受，很推。五沙港沙滩也非常震撼，可惜天空不作美，阳光不透露一丝一毫，但也止不住我漫步在海滩上，真的是一种听觉和视觉的享受。五沙港附近有一条路，先走过这漫长长的斜坡，就会看到标示牌，后面还有很多路程要走。这里超漂亮的，刚刚那个沙滩啊，还在映入我眼帘，就在前面。我现在在过一个小步道，是通往北海坑道的。这边有很多的树枝，有点小，要蹲一下。过去这边 ，Let's go。这怎么小啊？这个路。这个梅花，梅花花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就是炮弹的那个啊，超酷的。烈花道，哇，探险的感觉，俊逸，拍不到你。长达百公尺的体验很没有安全感，陆续会看到很多电缆垂钓，搭配风沙声，整体意境难以言喻。5 minutes later。
我走出坑道后，回想起来感觉仿佛做了场梦，不太现实，但却历历在目。一路上重重颠簸不断，危险断崖，再到坑道的极暗环境，个个都是挑战，但就因为路程艰难，才更加有成就感。我们位在北竿唐崎村唯一的妈祖鸡蛋糕专卖店，结合当地文化特色造型。虽然我们点了多种口味的鸡蛋糕，但很多还未入到就被我们吃光。真材实料，甜而不腻，外酥内软，吃起来也不干。尤其最喜欢的是珍珠奶茶口味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到鸡蛋糕有珍珠奶茶，大推关仔鸡蛋糕。这家店名就是你饿了吗？看到桌上一堆料理就知道我们真的饿了。他们的臭豆腐、鸡排饭和麻辣干面我超推。这家店有卖各种伴手礼，最推包装是老酒面线，有两种，吃起来味道都很不错，甚至有老酒面线的乖乖，蛮当地特色，酒我没买就不推荐了。啊！大家睡觉。耶！最后一天，各位，大家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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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睡